守护生命。作为护士，诚信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拉完链之后就只有你和病人两个，更要守护尊严。我肯定我没听错的，我即是说我错，你这护士做不到的不特止，只是识在制造麻烦。护士的工作是协助医生跟 order 做，我反而觉得护士和医生是相辅相成，医生不尊重我们，我们都不需要避免医生，由现在起按章工作。这个实习天使星期一晚9:30。